对方的海鲜好贵，贵多了，贵多了。我是刚完年是吧？拜拜新年，1月3号，所以棒，我让他20:33出发的，还不赶快叫上我的448赶快出来，我的448还不赶快出来，对，叫他赶快给我出现啊，对，是我的448吗？啊，服装起来。然后去找一张那个战狼的识别证，战狼，战狼，战狼。请旅客不要靠近这台阶，然后说该死，该死，掉了。18次哦，又是猴子，还有个哎，耶，15:08，九花当一号玉林。天佑105加天佑106，猴子太鲁哥这样啊，站瑞邦瑞邦站，通过了48次。哎，17374哦，你能八多条命啊，八堵车可走。三姐弟啊，喜欢他可走，在路上大家就准备。啊，再不去就完蛋了，再不去就完蛋了。好，哥，拜拜。他说：“阿叔叔，你们看到科普列车？”哎，什么科普列车啊？彩绘列车啊。科学国家科学研究会、啊、不是啦，科普列车就是每一年不是有个环岛嘛，就是让丢一些小孩子进去在车上做实验，啊，就是科普列车啊。我不知道，反正就是科学实验。哦，上一年是半彩绘，这一次全彩绘。对啊。对啊，吓死你了，很漂亮哦。对。我说超级漂亮，对呀、啊。17374啊，就会在黄灯时间。哎，好在等。好了，现在啊，如果需要那个嘛，咱们多多点我们的小米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